看例题。好，这一题哈、哦，我们用那个二阶检定法来求它的极大跟极小。首先哈、哦，那个如果有极大极小的话，因为这个是连续函数，而且的话哈、哦，都是可以导，好，二阶可导。那现在呢，我一次微分哈、哦，就要令它等于零，因为如果有极子的话，它一次微分的话，一定等于零，因为这个都是可微的。好，那微分以后，这是十二啊 ，x 的三次方加十二 x 平方减二十四 x 的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哈，我令它等于零，求可能的极子点，然后这个的话，十二可以约掉，那 x 抽出来。x 平方加 x 减二等于零，那这个啊，这个是 x 哈加二 ，x 减一啊，好等于零。好，那可能的极值点就是说 x 哈等于一零，它跟负二的。好，那我用二阶检定哈，我现在给它哈两次微分嘛。两次微分的话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是三十六 x 平方加二十四 x 减二十四。那我可以把二十四呢十二抽出来，就三 x 平方加二 x 减二。好，那我把那个一带进去。哦，因为一零负二带进去都等于零啊，所以这是可能的极值点。它、啊、到底是极大还是极小？我们用二阶检定法，你带一下去的话，这样等于多少？五啊，这二消掉，所以是三，这大于零哈，所以就是极小。好，那 F 呢？两次微分带零的话，这等于多少？两次微分带零下去嘛，这是负二，这是极大。再来两次微分带负二，这样等于多少呢？三加二减二嘛，带负二，三负六负四加八，这六，这六的话哈，就是，哇，这个应该都要乘以十二了，哦，通常要把它乘以十二，但是那个，只考虑正负号的话。有没有乘以十二？没乘十二都一样啊。那我这个就带六，不然我把它除以十二啊。再除以十二是负二，再除以十二的话是六，那这是大于零，所以这是极小。哦，在负二那边的话呢，有极小值，那、啊、这极小值多少？我们把它算出来 ，m 一这极小，就带一下去了。好，带下去的话，这段就消掉了，四加三七，好，这极小，然后还有一个极小，这也是极小 ，F 哈负二 ，F 负二的话，我们最好用什么呢？用这个综合除法来做了，那这个我们给它擦掉好了，我们用综合除法来做，给它带负二，三加四。减掉十二，加零，加十二，啊，四三二一零，然后你还带多少？带负二，三，负六，负二，正四，负八，正十六，八，正十六，负三十二，所以这负二十，所以 F 负二的话等于负二十，哎，对呀、啊。这等于负二十，这两个都是极小，那 F 零、哦、是极大，啊 F 零等于多少呢？带零是十二，所以在零那一点的话，有极大值十二，在一跟负二那里的话，负一带进去是七极小，这负二十也是极小。